你扣完了？扣完了。哎呦我的妈呀，整这玩意儿太费劲了。这炒肠是不行啊，王彦南，咋的也不如咱俩炸那炒。对，太长了。嗯，这炒肠黏黏糊糊的。各位朋友们，大家下午好，我是双双。我们今天这个拌料的时候炒太长了，因为我买这个炒包嘛，里边有的好多就是没有砸碎的，都是长炒。我们东北话说就好像倒烂子，然后把我们家这个柴油机给憋停了，柴油机里边劲儿太大了，然后皮带的嘛就给憋停了。刚刚咨询了厂家，我们决定说去买一点这个碎的玉米秸秆，就是打包完事儿的，然后和这个草包掺在一起喂。哎，你咱俩走呗，走吧，走，咱俩我们俩去买草，买完事儿了然后再回来拌料。你前面有坑能出去吗？出去了，那就行。哎呀，没敢给，没咋了。哎呦我的妈！我这他妈的，这给我，这不敢使劲整了，这别打电话又整。这给我急的呀，你说呀？完了，赶这天都缺德，你也不给我整，你说，要不早我都给你整了。我寻思这大哥咋的呀，大哥呀，这是咋差你钱啊？不卖我呢？啊？我给你那嘎、这加油底就底下行吗？我那天给你那嘎、我打点，我打点瞅，太湿，淋完下黑、那天下黑给你那个房东呢，啊，我那打的啊。这就是我们来拉的这个玉米秸秆包。看着也还行了，碎碎的，和那个我们家的稻草一起掺着喂。哎妈呀，大哥呀，我跟你大弟俩搁家呀，等的这黄菜都凉了。这一天，我这得多长时间了？我上距离上回定草有半个月，有二天了吧？有了，你也不办事儿啊？你说你这人？不办事儿啊！我一天，你这一天我都要急死了。我说我搁家。我比你着急，我都惦着你这嘎子呢。你惦着你也没说给你老弟送一车去。这一小车能拉多少包啊？这人能大车，咱家这车小。哎，大哥自己家有打包机，还有大牛卷，啥都有。对付几天，将就呗，往前整呗。对，完你喂几天来这工夫？没有，再勤来拉来呗。再拉的，操他妈咋摆摆不下呀？咱俩没带绳子吧？有绳子。车里有绳子就行，这我俩个儿回家慢慢卸去吧。你们卸了，搁车上搁去吧。那你就搁车上搁着。十几块拿几块。你可捆好了啊，大兄弟啊，这半截烙这要开了。开了咋的？开了，这都掉水堆里了呗。捆上，完事就回家了，满满一大车。我紧了，它不能不掉了，这地下根本都没有玩意儿。走了，大哥。走了，我们啊。那个啥的，让你大弟给你算账啊。啊，我先喂着吧，拜拜，你自己记着点啊。这小车歪歪的，都歪了，歪歪的。你看这边香碗都开了，地上用不用铺点啥呀？我看那一卸都往下掉，就掉呗。那白瞎了吗？那你。碎它太碎了，它就掉。你看那稻草长，它就不掉。那是，那稻草长，它噎得慌。那这的话，它估计它不噎得慌。哎呦呦呦！哇，小心点，去把那个车拿来就好，直接一溜就推回去了。这你得拿个车啊？是吧？这一趟一趟把我累傻小的吗？我们每天都在花钱，无时无刻不在花钱。前段时间买草包，然后原计划说这两天准备该买玉米的，又修到了。然后又这两天又来买这个玉米秸秆包，哎呀，养牛啊！给你们看看今天把我们家机器给噎了的草。
这么长，我们平时扎的都是这么长的草。哎，这明儿最后没招了，还得自己买草扎呀，这不行啊。看这草包，搁里边一搅，然后练练乎乎的，一根压一根就全压死了。那好多朋友又该问了，哎，双双，你家不说有三相电吗？啥时候安三相电？其实朋友们，我也不知道。我们这边电线杆已经立好了一年的时间了，到现在迟迟都没有安装。我现在迫不及待的想要明天就给安装上，然后把我们家这个柴油机赶紧换成直连的电机，然后这样我们家就只买一种的草包就行了，就不用两种掺了。其实有利也有弊吧。哎呀，办完了，这个样子还是挺软的，然后这个稻草还是长，然后加了一点秸秆之后，起码这个机器能正常工作了。把今天晚上跟明天早上都办好了。哎呦哎呦哎呦，你能不能别说话？对，你能不能别说话？我不说话，我给你加油了吗？咦，闭嘴。哎呦，那哪得有50斤是吧？哎呦，气死我了！我整了，不用，我来了，用不着。哎呀，这就是女汉子，这就是啥？这就是里边秸秆多了就沉是吧？哎妈呀，从来没加过这么多的秸秆啊！对，也不知道，也还不知道牛爱不爱吃呢。一会儿吃上看呗，看时间。明天少装点，不装那么多了，装大半袋就行。现在是下午的4:15，我们这个牛还有三袋草，一槽子就吃光了。然后吃壳好不好？你们来看。每回吃草都是给我撅的可地都是，一会儿了还得扫一遍。这家伙，朋友们，你们看他有1000斤吗？这么老大个。今天是我们掺这个玉米秸秆掺了有1/3吧，每一次掺都掺那么一点点，然后这次掺的也比较多。这个牛的反应还是比较不错的，因为可能之前我们有掺过一些，然后做了一点铺垫，但是这个草更细更柔软，可能适口性更好吧。然后今天这个状态还是比较给力的，这边都已经吃完了，从开始到结束已经吃了半个小时，吃的真快呀。明天看这样估计还得加点草，要不不够他们吃啊。我们基本上是不用扫槽子的，朋友们，这个底下的饲料啊草啊全部都会舔得干干净净的，然后一会儿就可以喝水了。好了，朋友们，今天的这期视频就跟大家分享到这儿吧。然后一会儿放水去接我女儿放学，然后回家做饭吃饭。拜拜，朋友们，拜拜。